还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先还回去。先放回去。好。啊，放回去了以后呢，我什么事都不知道做什么，我不知道做什么事了。哎，去找我们的魔女实习生，我们的随从，看他们给我一些讯息吧。好，鸟笼里的鸽子，魔法信鸽吗？他回来了，魔法信鸽，没错，毕竟主人也有寄信的需求嘛。虽然主人要是用来邮购的，邮购，怎么，佩伊是第一次听说吗？邮购我是知道的，偶尔也会有一些邮商来我们村子送货的。那个很花时间吧，毕竟是陆地运输。魔法信鸽的优势呢，就是速度非常快，无论是多远的地方都能飞到。家里有很多物件都是靠它带回来的。这么说来，这个家有很多东方制的家具呢。如果能飞到东方，那么那个也可以。那个，我可以使用魔法信鸽吗？当然了，配校寄信还是邮购呢。邮购，寄信是免费的，邮购的话呢，需要给他钱哦。钱啊，缺钱吗？需要的话，给你一点吧。我也要，可以多给我一点吗？我也需要，我很需要。好，需要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给你，拿好了。我很需要。好，我们得到魔法信鸽的知识还有钱啊。然后应该会降一些好感度吧，我猜。哎，没有哎，还蛮正常的。一棵树安安，雨燕安安，环环安安哦。要不要读一下其他故事？嗯，其他故事？哦，我们是上次开的这个暗道是不是？小 M 路安安，你好。是个画册，魔女的帽子。魔女的帽子充满魔力，戴上它可以看到被破坏、被魔力隐藏的事物。魔女的帽子不会损坏，无论是腐蚀还是火烧都没有办法破坏它。魔女的帽子只允许她的魔女主人佩戴，如果普通人戴上它并走动的话呢，会被帽子吃掉。如果你不小心戴上它，千万不要动。帽子会把你当成置物架，也不会伤害你。我要，哦，好多书啊！其实我们这个都看过了，这不太确定这是在隐喻什么。那我们就进去喽，应该没有其他东西了吧？这个。每年在樱花散落之时，都会。在朱奈举行魔女茶会，届时各地的魔女都聚集于此。魔女们钟爱于茶会，她们品茶论事，悠闲自得，放松了警惕。我的帽子在哪里呢？有一个魔女茫然地说道。然后她又死了。哦，她就死了，干净利落的一刀斩，没有发出任何声响。被砍掉的头颅滚落在桌子下面，身旁的魔女们太过专注，完全没有发现这件事。是魔女死掉，于是他们也死了。那居然是一位混进茶会的魔女猎人，他屠杀了整个茶会上的魔女，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还未到达的魔女们看到茶会上的惨状，非常的愤怒。他们对每个来参加茶会的魔女进行严格的调查确认，一旦发现假扮的魔女，就将其四分五裂，然后挂在茶会的悬梁上当做装饰，装饰越来越多。
会不会有些魔女是不小心被杀掉的？魔女们越来越平静，她们钟爱与茶会，品茶论事，悠闲自得，放松警惕。感觉就是一个循环诶，当她们发生有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很紧张；没事的时候，现在又恢复了平静。好，好啦，走吧。牧场呢？哦，他叫我不要进去，危险。询问好了，那个是暗门吗？嗯，书房藏有暗门的密室，不是什么常事吗？哪门子常事啊？所以里面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吗？嗯。进去就出不来了，有这么危险吗？嗯，还是想要进去一下哎，作死什么的，一定要作死一下。好，你回头存档了耶，星赫安安，这款游戏很棒啊。希望我最后看懂游戏的内容是什么，结局是什么。啊，乖乖听话。我们看一下，好感度刚刚有提升一点。不过我们就是来作死的，我们就进去吧。呵，好痛。提灯的灯火好像变暗淡了。哇，我会从上面那边摔下来的吗？没想到第一脚就踩空了，一定会马上被发现，好不好？这么高，凭我一定上不去的。怎么办呢？哎，小心！怎么觉得有利刃的声音？这个是一过去会被死啊？哎，不会耶。哦，完了，我出不去了吗？堆积的人骨感觉有些奇怪。没有头骨呢。真的出得去吗？出不去了，你一定要死在这里了。外面这该不会是头骨吧？你可以把直播记录留着吗？不用啊，我剪辑几乎没什么，我只是把口吃的剪掉而已呢。剪辑版本几乎跟直播没有什么差别，老实讲。而且剪辑版本的画面会比较，画质会比较好一点。实况的画质比较低一点，我有调整。所以你们看剪辑版本应该品质会比较好。哎，就那个什么，那瑟瑟的声音太大声了吧？好，真的出得去吗？哎，我就这样绕一圈啦，没东西啊。我会不会就死在这里呢？哎，哎呦，我的按键。好了，我们先不要进去好了，反正那边感觉没什么东西，会不会作者的恶趣味啊？我们先去看一下我们的魔法信鸽。嗯，嗯，
给他钞票吗？给他一张。他露出了可怜的眼神，他是在嘲讽我吗？我是被鄙视了吗？真可怜啊，那多给你好了。还不够？信哥把整叠钞票吞掉了。没问题吗？不见了，凭空消失了。我该不会是被坑了吧？没有，其实钱也不是你的。唉，姑且先相信他吧。好的，被莫名其妙的污走了，一叠钞票，还被他嘲讽了，真是的。哎，不要说一定是要去那边呢，不是去那边的话，没有地方去哦。你会不会就死在这里呢？你说呢？先把画册拿起来吧。我觉得画册，因为就走这边有新的物件。里面是空白的，跟这些都没有关系。需要隐藏的魔法才看到。出口超多，其实没有我们就进到那个这空间而已。不行了，已经撑不住了。尽量保持理智跟忍耐，已经到极限了。已经从手臂蔓延到胸口了。我以为像村里的大家一样，病发，死在这种地方吗？什么声音？我掐住了自己的喉咙，想结束这份痛苦，但是做不到，因为很痒，好痒，连疼痛都无法阻止这份痒，像被吞噬了一样，不行，再抓下去了，否则喉咙会。第一，有一个小孩吗？你明明说过，无论什么看一遍就永远不会忘记的，可是你却把我忘记了。什么？我忘记了什么？我没有忘记任何事情吧？找头骨，在这个空间里面有头骨吗？这什么结局啊？什么结局？应该结局 D 吧？他没有分那个好结局、坏结局什么的，就 A、B、C、D 结局。反正就是他的好感度普通，不明真相，这应该就 Banding 吧？什么都不清楚的话，应该就是 Banding。不过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。这信哥的事情也结束了吗？询问瑟斯会借帽子给我吗？
我问问看，魔女的帽子，瑟斯戴的是魔女的帽子吗？嗯，不是说这魔女本人才可以佩戴吗？那边的本书上是这么说的。嗯，因为我不是普通人。对，你是魔女的仆人吧？可以稍微借我用一下吗？嗯，虽然不想让你失望，但这是主人的用品，我要是保管不周会被处罚的。但是现在魔女又不在，借我一下嘛，不会弄坏的哦。好强人所难哦，佩仪，我向你保证，请相信我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这么需要的话就拿去吧。谢谢。对了，不要被其他仆人看到了。没问题。哦，得到帽子，太好了。好感度呢？好感度没变。强人所难，怎么听起来怪怪的？我不敢存太多欸，我怕之后盖过去。不过我觉得最后有可能要重玩啊，要重新去玩那些东西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发现就脚印。按住 X 键。这是我怎么把那个拿掉啊？刚这里，哦，第二个暗门，会不会进去以后还是从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地方掉下去啊？进入，看到吗？什么？我刚是按到 S 是不是？没有办法一直戴着帽子吧？办法一直戴着帽子吗？嗯？有个四叶草。哦，这个东西好像很好用哦。先收集一下周围的东西好了。为什么你会这样？这个到底什么神奇的道具啊？你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啊，好想用哦，这边用会怎样吗？这边不能用。这边有那个其他的那个水种，所以不能用。好，没事。刚刚说会死的地方，原来不是原本那里啊，是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看完所有东西，看有没有什么物件忘了拿。刚拿到那个幸运草，应该也是魔女的药，魔女的配方之一吧。好，就这样了，那我们存档。外面，我们外面还没看完，先把所有的物件拿完。这外面太大了，外面都没有东西吗？我想说应该会藏一些东西才对。右上角好像有不一样的。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可是木桥碎了一个洞，过不去。
这是不是一个头啊？上去吗？它的里面是不是有个头？可是我上不去。哇，这游戏好，有点 有点难判断，说哪些东西能拿，有些不能东西不能拿。那个蛋是不是里面有个头啊？要不要是要拿那个头去换吧？对啊，鸟巢啊，已经不需要，是什么意思？不会吧？该不会回不去了？哎，可以。对啊，鸟巢那边好像有东西耶，可是也过不去。安安，你好。要梯子什么的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没有那东西。好吧，我们目前能走这样就这样吧。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到底怎么一回事。哎，后面没看。哇，怎么都写啊？哎，刚刚有东西飞过去，有声响，伸不进去。它上面写的"快逃"，对不对？完了完了完了，闯祸了！哎。哇，这梯子真的很容易碰到呢，搞什么鬼？哎，不对，好，我们先进这个，哎。好，如果这边有个存档点就好了。